这是一个机制的走向。这是编码器，这安装的这是断指报警。这个是面子，这是调节上下量大小，这个是信纸的走向，这是一，这边就是第二层，这是第三层，这边就是第四层，这是第五层，这边是六，这是过胶盆，这是调节上下量大小，这是刮胶棒，就是这样，调出来可能是一个斜面。这个是调节皮带的松紧，这是调缝隙大小。这俩手轮是调节这个脱轨的杠杆，这是微调，这个是微调这个刀的深浅，这个是调这个托板前后的距离，这个是主机启动，跟操作箱上是一样的，主机启动、停止、加速、减速、急停，这个是角度调整开关，调整咱这机器。